大家好，我是瑶瑶不瑶。今天我们要来挑战从你主家走到和牛餐厅。你总感到落寞沮丧，你总感到。哦对了，我要推荐我闺的频道，如下。十倍加速继续。你总伪装自己不痛，你总笑着坚强，对于爱情害怕触碰，放弃挣扎。你看着我眼睛，你记着我声音，只想做你的。呀呀呀，本美女累死了。我怎么感觉这套衣服配这个颜色有点不搭，给我换。呀呀呀，这个跑酷是本美女做的，艾玛真好看。你是不是有什么大病？哎呀，系统你怎么来了？我可以来不行吗？艾玛，我没病啊，如果我有病我早就去医院看了。你看你的开车技术那么烂，开道都冒烟了，而且还有火。你这个乌鸦嘴，害我开道撞墙了，还好我有准备一台我的备用车。我怎么觉得你还会再换一台呀？你给我闭嘴，不然就扣你工资。前面就是我做的跑酷了，这次你只能用一次喷气背包。这么抠门的，果然名字就叫做抠门系统。这次先放过你，不能再有下次。失误失误，请各位当作没看到。系统提示，你已没有喷气背包。失误失误，下次绝对不会再犯了。下次绝对不会再犯了。下次绝对不会再犯了。你还可真会打脸。不是叫你闭嘴了吗？是不是要我扣你工资？啊，程瑶大美女，对不起，可以不要扣我工资吗？本美女就不计小人量，绝对不能有下次了。自己看。你干嘛要一直玩观众？要你管。你是不是实践太多在做跑酷？我哪有你这个美国实践，我只有6日才能更新。你看你一直掉，那是因为键盘透明我才操作不佳。我的颜值学校第2集快要做完了，请各位敬请期待。完了，我忘记这个是什么顺序了，随便乱蒙。最后请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支影片见。